爱凑热闹和占便宜是人性的两大特点。而集市上最能体现这两种人性。所以你去找一家批发洗衣液的工厂，进一批49.9块的桶装洗衣液和9.9块的袋装洗衣液。桶装洗衣液的进货价大概是10块，而袋装的只需要3块。关键是怎么卖才能和人性挂钩呢？在整个电动车搞得越热闹越好。现在花39买一桶洗衣液可砸金蛋，每200人为一组，其中一人有机会免费骑走这辆电动车。如果金蛋是空的，我再送他一袋洗衣液，我这就去办。林总，第一场活动就吸引了不少人过来，才不到一小时就有人把电动车骑回家了，现场效果直接炸裂，他们都纷纷要求我再来一轮。方法是土了一点，可是架不住他们觉得自己都是天选之子。一场活动就200人，只有一个人能骑走电动车，199人就能赚5174，再减去1000元的电动车成本和200元金蛋的成本，一场就赚小4000块呀！一天做2次活动就是8000，换的地方你都做了一个月了，你都赚20多万了吧？对，如果有人想赚你的小便宜，那你就有机会占他的大便宜。